天娘，天娘，你这是何苦啊？只要我拿到藏宝图，再换取一枚碧落珠，你就可以彻底解脱，不再受血术的困扰了。无非，原来你为了我投靠了圣血门。圣血门徒，程无非，莫非你听命于圣血门，竟是为了他？兄长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我只是没想到，堂堂冀州书院的院长，竟然为了一个女人，听命于圣血门，出卖我们四大世家，这真是正道的耻辱！一切都是我的错，血婆子是我杀的，与莫非无关。不，是我的错，是我的错。我求求你们，救救雪娘，救救你们，救救雪娘！莫非你想救她不成？让她去吧。程院长，他……我带你去找门主，找到他，你便能活下来。走。莫非你还不明白吗？他骗了你。怎么可能？他说过，只要你再吃一枚碧落珠，就能活下去。碧落珠？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我曾听师父说过，虽然碧落珠有激发人体潜力的作用，但却是一枚毒药。毒药？如果圣血门门主给院长夫人服用的是碧落珠，那他现在这种油尽灯枯的状态就可以解释了。我被骗了。雪娘，是我害了你，我以为能救你，结果铸下大错。莫非，谢谢你，这15年当真是一场美梦。这是何苦啊！只要我拿到藏宝图，再换取一枚碧落珠，你就可以彻底解脱，不再受血术的困扰了。无非，原来你为了我投靠了圣血门。圣血门徒，程无非，莫非你听命于圣血门，竟是为了他？兄长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我只是没想到，堂堂冀州书院的院长，竟然为了一个女人，听命于圣血门出卖我们四大世家，这真是正道的耻辱！一切都是我的错，血婆子是我杀的，与莫非无关。不，是我的错，是我的错。我求求你们，救救雪娘，救救你们，救救雪娘！莫非你想救她不成？让她去吧。程院长，他……我带你去找门主，找到他，你便能活下来。走。莫非你还不明白吗？他骗了你。怎么可能？他说过，只要你再吃一枚碧落珠，就能活下去。碧落珠？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我曾听师父说过，虽然碧落珠有激发人体潜力的作用，但却是一枚毒药。毒药？如果圣血门门主给院长夫人服用的是碧落珠，
那他现在这种油尽灯枯的状态就可以解释了。我被骗了。小娘，是我害了你，我以为能救你，结果铸下大错。莫非，谢谢你，这15年当真是一场美梦。小姐，干什么呀？小姐，您从昨日回来就一直这样，好歹起来吃点东西吧。不吃，不想吃，你们都给我出去！我就想一个人待会儿，不行吗？朱元，盛义，哎，这么多好吃的还不想吃啊？怎么了？盛义，你今天，元花，我跟少爷有话要说，你先出去一下。是。怎么了？你今天有没有听到什么传闻？什么传闻啊？死人、命案什么的。没有啊，你怎么突然关心这些了？我就是随口问问。你今日怎么会来啊？啊，杜知府请我爹来府上赴宴。说是叔叔和你退亲的事，我就顺道过来看看你。什么？少爷，帮我引开外面的人，帮帮忙！段玉与杜小姐的婚事，是我鲁莽了，所以我今日特来登门致歉。你我相识多年，此事虽然生气，但也不至于与你为难。有件事我还想询问你。您请讲。听闻冀州圣血门出了大事，死伤惨重，此事是否属实？不瞒杜知府，我刚从冀州回来，情况确实属实。我不明白圣血门为何要袭击冀州书院。是为了藏宝图而去。知府大人知晓我段家一直防范圣血门卷土重来，他们正在搜集死灵，这其中一灵的藏匿位置就画在这藏宝图中。如此说来，圣血门已经得到了那张藏宝图？还未。藏宝图一分为四，这其中的两张在我手上，现在这两张藏宝图正是钳制住圣血门的关键。看来我长庆不久以后也会有一番腥风血雨啊。所以我今日特来拜访，也正想跟您商谈此事。恐怕长庆周围需要增加布防，圣血门人容易隐藏在普通人中，很难分辨。这个好说，届时我会调遣兵将与吴一卫一同值守。我担心的是藏宝图是否安全。自然安全，我一直随身携带，人在图在，您不必担心。这就好，这就好。来来来，我敬你一杯，敬你一杯。若云，别过来！不是我，我不是故意的，爹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我不是故意杀死袁华的，我醒来之后就变成这样子了。我不要当什么圣血门，我只想做个平凡的普通人。若云，你不要怕，一切有爹。只要光复了圣血门，你就是圣女，到时无论你是什么样子，别人只有仰慕你的份儿。我不要别人的仰慕，我也不要当什么圣血门，我也不要当什么圣女，我只要跟别人一样。圣女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，你是奇迹，是圣血门的希望所在啊，门主会重视你的。爹，我不想成为什么圣女，我只想过回以前的生活。
爹，爹，你什么都不想要了，你真的什么都不想要了。我不要，什么圣雪门，什么圣女，统统都与我无关。若云，你愿意永远离开这里，重新开始吗？爹，咱们走吧，我们去一个没有人认识我们的地方，只要我和您在一起就好。我不想再看见这些人，想起这些事儿。好，现在段爷已经怀疑我了，我们在长庆也是凶多吉少。我去备马车，你收拾一下，我们即刻出城。公子回来了。兄长，查得如何？如我们所料，杜知府的确与圣血门有关。轻点儿。慢点，慢点。买好了，都处理好。要是没办好，没你们事问。段公子，您不是去西陵了吗？看来金捕头消息有误，我并没有去西陵。哦，那可能是我记错了。你要没什么事的话，我便先走了。哎，金捕头这么紧张，莫非箱子里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？只不过是几个得了疾病死了的犯人，邢侍卫还是不要多管闲事为妙。我若非要管呢？段公子，我劝您可想清楚，这里边的水深着呢。金捕头，你可知道你在助纣为虐？我奉杜知府命令办事，何谈助纣为虐？我现在就证明给你看。公子，里面的人眼睛果然是红的。金捕头，这些犯人都死于血术。血术？你是说他们是死于圣血门之手？怎么可能啊，他明明是……看来你已经想明白了。段公子，我是真不知道杜知府是圣血门的人啊，他跟我要这些人说是试毒用的，我以为他们是被毒杀的。段公子，救救我，救救我！若想活命，你只有一条路可选。果不其然，兄长，如今人证物证俱在，还请兄长下令抓捕杜知府。